真的，我看到你们的那个视频介绍那个 Black Beauty 的，你一个是系列是 Black Beauty， 我当然是有 compare 了每个 brand 的价钱啊 spec 啊，然后再看一下你们的 review 那些 OK， 这样我就决定要做你。这样子我已经 check 过你们的 review 了，觉得 OK 了。同一个价位再看人家的 spec 是怎么样啊，大概有一个 range 的嘛，就 compare compare 了。觉得这个的 CP 值最高，这样子就决定做这个 CP 值，就好像这个价钱你可以拿最好的那个，好像第一辆车没有这样热哦，没有这样热。然后假如放在太阳下面晒，它是会热辣，可是没有这么热。然后开冷气比较快冷。我已经介绍给两个了，有一个来连，有一个就是 Master 咯，他讲他也是会来连，他已经首位过了。还有一个 CP 也是之前来连 Brad， 可是他不是连 Brad Beauty 啊，是连 Brad HQ 啊，有两个来问过了啦，一个连了啦。都发他们都 OK 了。